家好，我们是来自云林县四湖乡的飞沙国民小学。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表演是即将面临失传的台湾龙凤狮。在舞的当中有很多过程都很困难，比如说要开三门的时候就会感觉体力慢慢的消耗了。手受伤了还要继续比赛哦？对。为什么？因为不想弃权。为什么不想弃权？想要为学校争取更多的荣誉。你家的手都切了六皮、哦、因为我们没有比赛的时候拿铁丝、哦啊、所以他就切掉切了六皮。我们全校只有30个小朋友，就用这30个小朋友比的8场比赛，然后拿下8个项目的冠军。这样，只有一年级我们还没有让他开始比赛，但是他也有慢慢在练习。二年级就是选手，二年级开始就是选手，所以没有无差别的练习。我们非常恭喜我们四湖乡飞沙国小这次参加我们教育部体育署啊2019年我们各级学校的这个民俗技艺的竞赛，我们拿到非常多的奖项，囊括8项的全国冠军了哈。所以今天除了来恭喜道贺，那也来对我们的孩子予以肯定了哈。啊，他们在整个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辛苦哦。我们的这个衣服也很整齐但是唯有鞋子没有办法统一的哈。那所以我希望就说也第一个要借由这样的一个鼓励来鼓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送每一个孩子一双新鞋，一双好鞋。得到8冠军啊，这当展现到啊，咱云林海口囡仔那种刻苦耐劳啊，坚韧不拔那种精神完全拢甲表现出来。Yeah!